韩国中华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，在《狐珠夫人》里面饰演的是方珠，《狐珠夫人》即将在中华 TV 首播，请大家不要错过，也希望韩国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。说缘分有风声无人证，情话如恨如时间。차이나는 즐거움 중화TV.